什么？就是今天极限姐姐，就是上海站的打卡，极限打卡。没有，没有打卡，我怎么办？我说我要去信唱给你听，那我也算是不错的原因。那这夸我一下已经颤抖了，但是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，我们到上海下一站在哪？长沙，长沙。那你们会去吗？真有趣。如果你们都能抢到票。